我们放学啦，一起来玩吧。大家好，我是溜溜球。大家好，我是快乐小主播 Heidi， 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 Heidi。 好，那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呢，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啊，我们是每周五的下午4:30在华语电视44.2播出的，那是电视。那我们的广播呢，是每个星期六的早上10:00在 AM1300 在我们的 Radio 上播出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我作为快乐小主播，我非常自豪，因为我可以在上面分享知识和快乐。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快乐小哥哥，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披萨呢？我喜欢吃的披萨呢，因为溜溜哥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食肉动物，所以我要的那个披萨上面有很多的肉。我最喜欢的吃的就是这个意大利这个 Mibo 的 Salami 的，反正就很多肉的披萨。溜溜球哥，你可真贪吃。我很喜欢吃夏威夷口味的，上面有一些洋葱，也有一些 cheese，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 tomato 的酱。番茄酱是不是？所以什么？它吃起来味道是怎么样的呢？它吃起来味道特别好吃，酸酸甜甜的，对不对？哎呦，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好了，那我们第一趴呢，就来问一问我们的华语电视小主播，他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披萨，顺便我们去看一看世界上到底有哪些口味的披萨和披萨的来历。披萨是来自意大利的圆圆的很像中国的烧饼。我最喜欢吃的披萨就是夏威夷口味的，上面有一些洋葱，有一些 cheese， 也有一些番茄酱，特别的好吃。大家好，我是快乐小主播伊丽。大家好，我是快乐小主播三亚。有蘑菇。有什么？蘑菇。cheese。还有给 pepperoni。给贺喜吃。给谁啊？贺喜。Who is 贺喜？贺喜就是我家里面的狗。你要给狗狗吃披萨？狗狗吃鸡屁股。大家好，我是小主播 David。我最喜欢的披萨口味是奶酪、绿色的酱、bacon。小朋友们，你喜欢吃什么披萨呢？小主播 David， 悠悠球，你喜欢秋天吗？当然喜欢秋天了，秋天是成熟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最重要的呢，就是秋天到了之后，我们就不会那么热了，慢慢就凉快了。Yes， 我喜欢。秋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其实呢，上个星期天 the last Sunday 就是秋天开始的第一天，也叫做立秋。好，现在换我来问你问题了啊。Hey David， 那你知道立秋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要贴秋膘。贴秋膘怎么贴呀？How to 贴秋膘？不是这样贴，就是要吃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哦，其实有个道理，因为冬天会慢慢很冷嘛，所以从秋天就开始要补，要吃很多好吃的，你知道吗？但是当然这个立秋还有很多别的习俗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跟 David 带着各位小朋友们去看一看到底立秋和秋天需要干什么呢。大暑后的第十五天已到末伏，从这天开始秋高气爽，这一天就是立秋，此后也会有短暂的回热，因为炎热难耐，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而有趣的名字，秋老虎，秋鸠也。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国江南就有立秋处暑立起忙，收了早稻种杂粮的说法。立秋是农家的大节气，人们甚至会根据当天的天气状况来预测农作物收成，于是就有了农谚雷打秋冬半收，立秋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这天也少不了许多仪式和风俗，熬过了胃口尽失的苦夏，秋风一起，人们少不了背上各种肉类贴秋膘，再吃些时令瓜果消暑热，这就叫咬秋，表达了丰收的喜悦之情。在古时候，秋社也是一年当中重大的祭祀日子，人们在这时祭祀土地神，感谢他带来的丰收。所以小朋友们明白了吗？立秋的到来正是宣告秋天的来临，是中国农民对收获农作物的时间。第十五天已到末伏，从这天开始秋高气爽，这一天就是立秋，此后也会有短暂的回热，因为炎热难耐，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而有趣的名字，秋老虎，秋鸠也。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国江南就有立秋处暑立起忙，收了早稻种杂粮的说法。立秋是农家的大节气，人们甚至会根据当天的天气状况来预测农作物收成，于是就有了农谚雷打秋冬半收，立秋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这天也少不了许多仪式和风俗，熬过了胃口尽失的苦夏，秋风一起，人们少不了背上各种肉类贴秋膘，再吃些时令瓜果消暑热，这就叫咬秋，表达了丰收的喜悦之情。在古时候，秋社也是一年当中重大的祭祀日子，人们在这时祭祀土地神，感谢他带来的丰收。所以小朋友们明白了吗？立秋的到来正是宣告秋天的来临，是中国农民对收获农作物的时间。怎么样，小朋友们，立秋的来历你们都知道了吗？我是小主播 Steven， 秋天来了，是不是不乐了？Hey Steven， 那可不一定。有句话呢，叫做秋老虎，离真正的凉快还有一大截呢。最近好饿了。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Hey Steven， 你知道吗？有一句老话呢，跟着我做哦，叫做心静自然凉。哎，也就是说，如果你心里很平静、很冷静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热咯。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创意好好玩，我是为什么弟弟。不一样姐姐。哎呀姐姐怎么了呀？我最近牙疼，吃糖吃多了。哎呀，你牙都疼成这样了你还吃糖啊？但是很好吃嘛。哎阿姐，想不想一起做手工啊？你痛你还做手工？哎呀，先去做了，做完就知道了。这一次我们用到的材料有剪刀、正方形彩纸、双面胶、固体胶、水彩笔、竹筷、缎带、美工垫。垫好美工垫，为什么弟弟要来教我们做棒棒糖啦？首先我们要准备两种不同颜色的正方形彩纸，各准备四张，拿起一张，两角对折，成一个三角形，抓起一角往上翻折，对齐边，接着抓起旁边的角，注意哦，这里只需要拿起一层。我们把角塞进口袋里，把另外一角往里折起，
折向另一个角，再拿起一张彩纸，我们再折一次，一样对折成三角形，抓起一角往上翻折，将旁边的角塞进口袋里，把另外一角折向另一个角。同样的方法，我们需要折出八个。接下来，我们要把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拼接起来。拿出固体胶，涂在没有折起的部分，插入另一个的夹层里。同样的方法，我们把两种颜色交替着拼接起来。拼接完成了，我们翻到背面，用固体胶把翘起的地方都粘住。我们的棒棒糖的糖的部分便完成了，接下来拿出彩纸和彩笔，我们在彩纸上画上可爱的图案，或是可以写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喜欢的人哦。拿出剪刀把它剪下来，这里我们的为什么弟弟剪了个圆形，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试着剪出不同的形状哦。接下来拿出我们的糖和一根竹筷，用双面胶把竹筷粘贴上糖的背面，再用固体胶把画好的图粘贴在竹筷上，最后我们加点装饰点缀一下，用缎带在竹筷上打上一个大大的蝴蝶结。这样我们的棒棒糖就完成啦，是不是看起来很可口呀？好了，那我们的棒棒糖已经做完了。阿杰很可爱啊，牙齿还疼吗？你这么一说其实还有点疼，不过看到这个以后你翻就不疼。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的？哎呀，还不是因为你牙疼，为了你去做手工嘛，是不是？是哦，所以小朋友们千万记住要少吃点糖，要好好刷牙哟。大家好，欢迎来到创意好好玩，我是不一样姐姐。为什么弟弟？哎，阿姐阿姐，跟你讲，昨天我看了一个动画片啊，里面有一只熊，它差点要被吃掉了，结果它跑贼快，咻的一下就没了，就像草色一样，真是太了不起了，超级崇拜它了。跟你讲，倒数的肌肉就浪费了。啊，阿美，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家阿布不是也跑得很快吗？我们家阿布就是个又胖又肥的企鹅，它能有那只鸡快吗？哎呀，你怎么这么说阿布啊？我们走着瞧。好啊。这次用到的材料有纸杯、双面胶、彩笔、剪刀、固体胶、橡皮筋、正方形彩纸、电池、美工垫。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阿布跑起来。首先拿出三张不同颜色的正方形彩纸，蓝色、白色、黄色正是我们阿布的标准配色哦。在蓝色的彩纸上剪出一个小圆和两只阿布的小短手，在白色的彩纸上剪出一个圆角的三角形，这不是饭团哦，这是阿布的肚子。在黄色的彩纸上剪出一个问号，尖尖的鸟嘴和金黄色的秀发，
等会儿就用这些拼成我们的阿布，我们先摆到一边。拿出两张蓝色的正方形彩纸和一个纸杯，我们把两张正方形彩纸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大长方形。贴上双面胶，把纸杯包围起来。把上头多出的部分往里压，压平整。再用剪刀剪掉下面多出的部分，就完成了阿布的身体。再来就是组装阿布啦。我们先把问号贴在阿布白色的肚子上。你问为什么阿布的肚子上有问号呢？因为他是不知道企鹅呀。接着把两只手也粘在身体上，粘贴嘴巴之前，我们先稍微捏几下，这样嘴巴就会是立体的哦。把小圆和头发粘贴在头顶上，最后别忘了帮阿布画上他标志性的眯眯眼和腮红，这样阿布就完成了。那要怎么让他跑起来呢？拿起剪刀，我们要在阿布底部的两边各剪下两刀，再拿出一个纸杯套上，接着拿出一颗电池和一条橡皮筋，用胶带将橡皮筋和电池紧紧地捆在一起，一定要粘紧哦。最后把橡皮筋套上底部的两端，终于完成了我们的快跑阿布啦。好啦，那我们这个阿布是已经做好啦。啊，阿杰，我按照你的方法也做了一只鸡哦。哦，现在我们来比赛谁跑得快吧。那肯定是我阿布比较快，走。好，走着瞧。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一样姐姐的童话王国。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关于眼睛的故事。别人的眼睛可是千万不可以乱戴的哟，我带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吧。不乱戴眼镜。这天，阮绵绵的妈妈看着满地的玩具，生气地对阮绵绵说：阮绵绵，你看看，无论是客厅还是卧室，家里到处都是你的东西，赶快把它们收拾收拾好。阮绵绵立刻停下手边的玩具，对不起妈妈，我知道了，我这就收拾玩具。收着收着，突然阮绵绵在沙发底下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的盒子，她立马捡了起来，仔细打量着。这是什么呀？好像一个蛋哦。不一会儿，她打开了盒子，惊奇地发现里面装着一副黑框眼镜，二话不说就戴上了眼镜。哇，好模糊啊！算了，不管了，我要让妈妈看看。妈妈，妈妈，你看看我是不是超级酷？妈妈很是惊讶，这副眼镜是你爷爷老花镜，是给老年人戴的，小孩子戴会伤着眼睛的。阮绵绵非常不解地问妈妈：既然是老年人的眼睛，为什么我班里面有个同学也戴嘞？妈妈说道：你们班那个同学戴的是近视眼镜，跟这个是不同的。那个近视眼镜是不是我也能戴呢？妈妈向阮绵绵解释：
软绵绵，视力好的小朋友是不需要戴眼镜的，若偷偷戴近视眼镜也是会伤着眼睛的。软绵绵这才明白，原来是这样啊，虽然我觉得戴上眼镜真的特别酷，但是我还是更希望我的眼睛好好的，不要受一点伤。妈妈放心吧，我不会再乱戴别人的眼镜啦。说完，软绵绵便继续收拾地上的玩具去了。虽然戴了眼镜可能看起来比较酷，但是没有戴眼镜的你表示你眼睛是真的很健康哦，不需要去羡慕那些戴眼镜的人。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我们放学啦，一起来玩吧。哇，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嗯，好，那我要问问格格，你最喜欢看的是什么？我最喜欢小朋友的披萨。嗯，你呢？我最喜欢小熊讲故事。啊，我最喜欢跟我们的华语电视小主播在一起。好啦，那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希望可以把最有趣和最棒的内容带给我们的孩子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健康快乐的成长。小朋友，你喜欢上电视吗？快来加入我们吧。嗯，说的没错，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626-321-2372 626-321-2372。好，现在我们跟观众朋友们说再见吧，一二三，再见再见再见。